那爸嘞？就你。给后头擦了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吧。给你快点，就看我你的主仆。志行，你注意爱的态度。让我病好了。现在都闻到香喷了。嗯，你喝。我感觉有点臭味。你是怕我不给你煮吧？我闻见有点臭味。你别吃了。那你别吃了。今天刚下了厕所。哈哈哈哈哈。别吃了，上厕所。可以。你咋真逗啊？嗯。你咋真逗？哎。在哪儿呢你大爷厨艺好吗？啊？啥？你大爷厨艺好吗？俺大厨艺好，他平常为啥不做饭？因为我懒。姐，你听过这一句话吗？大学里面就是最后一个出手的。对头。说说的对，当你们想吃的时候，想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出现。那我接下来想见你，我明儿想见你，我后边想见你，你都做。这就是做好饭的魅力，拴住你的胃，就得让你天天想着我，就得做的好吃的，是吧？我用着锅下面条。好，给你好。恁叫的排骨，我们自个吃面条。咱们吃煮面条。擦面条。哎，擦面。好。备了一瓶挂面。得去。我这边跟拿面条。你看这啥？真着急哦！老饿呀！鸡蛋瓜。你尝尝。尝。尝那个。面都上，鸡蛋上，这玩意儿好吃。再有七分钟，好吧。对，给他再拿过来。把门放水里，别喊别喊。快，你吃排骨。嗯。看看孩子是谁煮的，是吧，快。嗯。是吧，快。你上楼打脆锅的，小心小心呐。啊，这里看看。你要可脏了，你要可不吃排骨。我吃面条。面条一个多一个硬，我也是，都喝点排骨料。是吧？他也不吃饭。背叛我了你。搁这儿塞嘴儿给你端的就吃肉，给我整点儿。你喝面条了？我想整点甜的，甜的面条喝喝。可是这面条，他背叛我了。也不知道刚才是谁狼吞虎咽的啃一块肉。那他。我问过不是做面条的，他是搬到我外头。喝。我想着不吃油面条。你最喜欢吃的是做的这种面条。喜欢吃。喜欢吃。嗯。小孙，你咋不做馄饨呢？香不香？叶新科背叛了大骨头。啊！背叛了大骨头。这排骨。什么兄弟？背叛了我，不是背叛了大骨头。什么兄弟？穿个人心里爱，这不中。